迎收看跟着二姐吃起来。今天呢要带大家去吃的就是在地美食系列，是哪里呢？就是我本人的家乡园林。那自从家中的长辈不在那里之后，我已经好几年都没有回去了，但是就是有那么几道美食让我一直怀念再怀念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，就是特别会怀念家乡的某几样美食。那今天呢，我就是介绍我自己从小到大回去，不管是扫墓啊、过年啊、圣诞节庆回去，都一定会吃的美食。这次就跟着我一起出发吧 ，Go！小黄瓜哦，来哦，来照相哦。来，公司公。哦，谢谢。园林很多那个面店啊，都会有附那个蒜泥。最想念的米糕。对，味道。米饭是这样粒粒分明，然后越嚼那个米香一直出来，然后再配上它的那个肉粽，好香哦，很清爽又很浓的肉粽，你有吃过吗？嗯，好香哦。嗯，烧肉一定要配姜丝。嗯，烧肉真的就是瘦肉跟肥肉的那个油脂真的很均匀，吃起来口齿留香。拿酱面，很麻哎，很麻超香的，还不会腻。嗯，之前面真的 QQ 的，好好吃哦。这一家崩皮米也是从小吃到大，但因为我们要去那个第一市场吃喇阿米跟那个炸龟，所以我今天就先不吃。大家如果有来，一定要吃这一家。它那个崩皮啊，就是炸过的猪皮，然后吃起来就是很饱嘴，就是吸满了汤汁的精华，然后配着面吃就哦，一口接一口，推推。拉米好像是因为它在那个竹楼里面，然后这样子拉拉拉拉，然后就上去叫拉米，吃面点。就这么简单的，放吗？它就新客那个大骨汤，拉面，来货有点就是的。不像北部，北部有些油面，一吃就懂了，超酥，然后配合大骨跟那个蒜泥的清香，简单但是好吃的，有，可以搞点汤，蒜泥可以再多加锅加，好好吃。是阿米，搭配了三层老花，是什么？搭配三层，它这个拿起来很好吃。三米的辣椒酱配姜丝，
跟那个炸煮的青椒，就是我们的北昌番薯焦小月哦。油烫韭菜还蛮特别的，好香哦！还有油葱香，然后分面还有撒一点豆浆，然后它主要是要酱油到里面。我去哪里？现在去吃包老丁吗？但我跟你们说，有些外地人来吃拉面，他们可能会吃不懂。就像 S 哥，他说他已经吃了第三次，他还是不知道就是拉面是好吃什么。但是我跟我弟、我哥啊，只要一讲到园林的拉面，我们就是疯狂，会为之疯狂的那一种。我们吃的呢，就是那个大骨的精华跟蒜泥加上去的那个纯粹感，纯粹，我们吃的是纯粹，简单又美味，然后再搭配那个三层肉。所以说哦，有些人来吃，如果你们觉得说，哎，好像也没什么，也还好。那就是我们 ，OK， 不知道怎么说，但我觉得你们会喜欢。这个饮亚冰就是在园林第一市场这边小有名气的，来吃吃看喽。因为呢 ，S 哥不喜欢吃八宝冰，所以就让他自己选了一个草莓牛奶冰。大家知道这样才多少吗？35。它上面有炼乳，然后加草莓酱。嗯，好吃哦。还加炼乳，然后再加石斑，对不对？哎，对耶。这个完全不用加。然后这样就草莓果酱跟炼乳35。好吃。很消暑哈。消暑。哎，带你来在地的咖啡厅吃冰，咖啡厅，这个在地的咖啡厅啊，不错哦。又不是咖啡厅，这是在地的咖啡厅啊，加冰呢，开杠啊。S 哥，你怎么在吃我没介绍的在地美食清单？这刚刚有一个店员有没有？他一直强力推荐这一家，好胃口。我们刚去买50%，然后50%的店员他就很推荐我们要吃这一家，要试试看哦，胡椒饼哦，来你试试看跟老和街有什么不一样。好，嗯，哎、欸，我看一下，我看看，很浓的胡椒味串出。哎，这皮好像很薄哎。对，它跟那个老和街比起来，真的是偏薄的。而且它肉很像肉包里的那个馅哎。它皮很 Q 哎。它调味咸甜适中，胡椒味很重。有香吗？嗯。它肉也是偏大块的。很香哎。你觉得很值得吃吗？值得吃，试试看。哎、欸，它的肉是扎实的，有一块一块那种肉的感觉。嗯，真的很香哎、嗯。真的蛮值得的，里面有葱味啊，然后肉的调味是偏重，然后皮又很薄很 Q 又很香。嗯，介绍的好哦。先来试着喝它的馄饨汤，馄饨汤竟然是有肉燥的哦，试试看看。他们家肉燥就是很香，嗯，很浓的肉燥的香气，然后加上它的大骨香，配上一些芹菜的味道，然后它的馄饨是偏这个皮薄的馄饨，来试吃看看。内馅是属于油葱味道很重的猪肉内馅，
然后它皮虽然薄，但是还蛮 Q 的、哦。嗯，好出奇。我是十年前的干面，终于吃到了。小时候就是我爸带我们来吃这家，爱上。然后也看到它的肉燥啊、菜啊，你看，它给很多哎、欸，而且它的酱也很多。我来吃一口。满满的肉燥，但有点酱油的香气，然后这个阳春面的面就不会说很烂，很 Q。而且你看，它整碗酱很深，可是不会很咸哦。高推的，那是四神汤。你看它大汤都是短短肥肥的，先喝一口汤，很浓的那个四神汤的那个经典的味道，然后它有加酒。然后酒香又是甜水，融合的刚刚好，肠子好 Q， 然后里面肠子油脂的香气很浓哎，不会说很吃到肠子的腥味。他们的四神汤真的很强，台北能够跟他并驾齐驱的真的没有几家，人家被打。反正这是二姐保证，完全正确，不用去加酱，一直觉得少一味。真的，你来南部吃的很面，它可以吃蒜的，加上就对。肚子要听二姐的话，加蒜你对不对？不要怕，嘴巴松没关系，边上面都有多胖。好，以上的园林在地美食就到这里咯。那大家还有什么想推荐给我的，都可以推荐在底下帮我留言哦。今天推荐的话，都是我以前从小吃到大的，那一定还有很多美食是我没有吃过的，那欢迎大家跟我分享，我下次再回来吃看看咯，拜拜。